咱所咱现在要来讲这种木头的吼。好啦，拜拜。好，我是甜甜，甜甜就在给金圈开个个，最近嘛正在播，在线上给出来播，好林少年过来就是隆重文化与娱乐，谢谢。停当车库停啊好势啦，啊？要骑去倒位？我当作看到伊的粉丝吼，阮的粉丝吼，看到伊的偶像来吼，大拢作大声的，毋是传披头的，就是传音疗，啊无就传点心啦。哦，阮在粉丝上对转吼，做有够赞的了。所以有这些粉丝吼，你们真的很棒的。哎、欸、对。以前没有这些粉丝吼，阮查甫要怎食火星解好无？来啦，啊，所以你今晚要在咱今仔说，咱今日要去吃哦，等下九点。哦，我们九点等一下哦，要来安排播咱的新楼主了哈。啊，利用咱们在安排歌曲当中，邀请二弟来宾来到咱的宝兴宫、宝兴大地，利用唱舞、舞新春呐，阿伯给我们参与参拜，其实来到这。好，来讲今朝是三七五新年，希望咱坐坐咱双湖，开心咱做大地，咱是南信说，把咱的宝兴大地利用唱舞、舞新春，好，甲冰雹三重亲友，好，来讲是天晴好，甲冰雹去，心门有看见，心门暗灯嘛，给咱保庇。保庇哦，咱坐坐咱双湖，共同来甲阮参悟咱宝兴宫，哦，咱开心咱是南溪村，每一个人带个平安顺遂，带大赚钱。好、哦，来到这隆重安排咱的平安喜，嘛感谢咱今仔刚开始咱主办单位，共同来甲咱恭祝咱宝兴宫，哦，咱的入众宝兴村来带气运鼎盛，气运带个团圆利，信徒拢带个满天啦。所以咱今晚个特别感谢咱坐坐咱双湖人民代表，感谢恁的莅临，特别甲阮参悟，互咱今晚个这个热闹的盛会会当这么圆满哦。对。所以咱舞台上的查甫囡仔，赶紧的吼，紧的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五台、十台，对对。哦，来等咧看你的哦漂亮的身材。好，继续安排欢喜跳恰恰。好的，来跟起来，欢喜跳恰恰吼。来，大家把准备来看吼，冰冰的身材吼。Thank you.